我出去玩去了啊，明儿饭蒸好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哎哎，秋儿，我都不做饭了，你个人在外头随便吃点啥呢？啊？哎，来，你就不做饭，你又要到哪儿去？哎，今儿收拾还打扮还准备干啥去呢？今儿。哦，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，为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在外面请了一个保姆，这样你出去玩的时候开心，我上去班了也比较放心。大家回来都有口热乎的饭吃。上回我跟他见了一面，觉得那个印象还不错。昨天我想过去跟他好好谈谈。我最后转一下。亲保姆啊，都你在这耕着，你还亲保姆？人家要的又不多，一个月只要1500块钱，人家还是一个大小手，在校兼职，人家只是挣的生活费。我看了没得那么简单。原来我到哪儿去玩，你总是问东问西问长问短的。我这会到哪儿去，你问都不问。我看你是不是想把我换他哟？你想哪儿去了？自从你学会打麻将以来，你每天早出晚归，这个家都不像个家了，娃子都没拉个看。我是想着找个人来把这个家维持下去。啊？那也不行嘞，我个人家我肯定我有个人维持噻。喂，老爸爸，三缺一，我打个球没打，还三缺一，缺个球我缺。哎，我打牌不想喊的我，我再打假的打的没得了。哎呀妈逼的，气的！